天氣開始熱啦，但係我仲係好想食熱辣辣嘅嘢，特別係關東煮。咁啱我上網見到呢個關東煮嘅懶人火鍋，一於試下啦。呢碗關東煮有魚丸、魚柳棒、蔬菜包同埋粉絲。想整熱佢完全唔使用火，就咁倒熱水就可以。試下味先，湯底有堅魚味。至於魚丸整體都幾好味，魚味唔重，似豆腐製品多啲。魚柳棒冇魚丸咁濃郁，但口感同味道都好相似喎。至於海帶咧就好大條，比平時喺街食厚身啲。整體嚟講，呢個關東煮比較似一個豐富嘅杯麵，多過似火鍋。想食關東煮嘅朋友都可以買嚟過下口癮。